公啊，叫阿妈。好，讲完了。好，我们掌声欢迎大大哥。大哥。他会记得你的味道一辈子。对，不要跟村长一样，他是村长的狗。你要留电话，如果不会麻烦的话。啊！Okay.
他就表示说不想回家了，然后我要继续唱到十二点了。耶 ，Amen。这把唱那什么了？哪一个？这首歌呢是那个，哎，这个歌名叫什么？不要告别。啊、哦，不要告别，有两首，一个是李泰祥做的、那个。两个都是。两个都是，这是另外一个版本。一个是告别，一个是不要告别。啊，对对对。那我们要唱的是告别式。告别就是那个，两个你，四个你，五个你。这个这是告别，不要告别，就是那个，不要说话。啊，对对对对，有听过吗？目光说什么没有？那你们来干什么？没有听过，所以来听啊啊、哦！啊，是真的吗？是不是？好，每个人都不一样的表情，可见哦，那个诚恳还没有出来，没有关系。那我不要唱很诚恳。去了我的爱人，我的眼睛有两个你，三个你，四个你，五个你，不要道歉，要告别，在这灯火辉煌的夜里，没有人会流泪，泪去了我的爱人，不要说话，你的目光说明一切，你的不情，不要告别，抱歉，在这灯火辉煌的夜里，没有人会流泪，泪流。我醉了，我的爱人。光的夜里，多想啊，就这样沉沉的睡去，泪流到梦里，醒了不再想起，再曾经同享的好戏。Yeah.
的归原来，往后的归往后。Thank you.